與蕭永清對談，今次咧我哋咧續翻上次講呢一個嘅旅遊氣泡嗰個問題。嗯、先生，旅遊氣泡咧就有好多人就將佢同呢個健康碼就掛鈎去討論啦。咁呢個咧某程度上都合理，因為你有個健康碼，咁變咗外國或者好多地方咧，佢就能夠對你嘅健康狀況有一定嘅了解。咁呢一樣嘢你又覺得即係做？我覺得健康碼不足以係解決旅遊嘅問題啊。旅遊的問題，你憑嘅健康碼只是證明你個人在某一段時間未被感染啊嘛，佢唔使等聽日被感染，佢下一刻就可以被感染噶啦嘛。所以你有健康碼唔係證明你未感染，不過你啱啱之前測過，好過嗰個測都未測過嗰、那個情況略好啫嘛，嚇、啊、咁。另外你去到人哋嗰度都要測多次嘅，咁你呢個一定要測試嘅效果快出，譬如測咗之後半個鐘頭已經有結果嘅，咁咪容易用啫，嚇、啊、測咗之後都要三日先知嘅，咁咪去一次旅行都要困三日，咁咪又冇人制㗎啦，咁、啊、另外我相信旅遊氣泡嗰、那個俾唔俾你兩個國家兩個地區，俾唔俾你可以開始自己嘅成員互相去對方地方旅遊呢？關鍵唔係你有冇健康碼，關鍵係你嗰個疫情喺當地嗰個蔓延嘅程度係咪已經緩和嚇、啊？有呢段時間每日有幾多比例嘅人受感染？如果比例嘅人受感染嘅人少嘅話咧，咁你啊當然冇問題啦。而家我相信香港，如果譬如同其他國家去建立旅遊嘅互認嘅關係咧，香港係蝕底嘅。係啊，因為香港嘅感染率係好低嘅啫嘛，你去歐洲嗰啲國家，你同佢話佢派人嚟，分分鐘即係受感染嘅比例高過我哋噶嘛。我哋而家呢次即係檢測啊，我雖然話已經達唔到原有嘅目標，但係都有一個就係了解香港嘅疫情。我記得上次我講唔會好多人 check 到嘅嚇，實際出嚟嘅情況比我少好多。我話有幾十人、百零人，而家幾個咁加埋，我相信都係即係五十人之內嘅事嚟嘅。咁即係香港唔嚴重，香港唔嚴重，你七百幾萬人可能先得幾十人，而家係查到出嚟嘅。咁你放一部分人去我個地方旅行，中招嘅機會係好低噶嘛。但係如果而家咧，我哋比我哋低嘅咧，一個就係澳門啦，一個就係中國大陸啦，咁另外日本啊、韓國啊嗰啲新加坡啊嗰啲都係嗒嗒聲噶啦，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唔係有個健康碼，而係要大家疫情受控嘅程度接近，咁大家往來咧機會更均等。咁呢個其實就好難去長，即係中長期都好難去有呢一種咁嘅即係狀況，因為其實如果你話每日 update 大家嗰個數字，可能我下個禮拜突然間升高咗，咁你就升高喺個 range 入邊，大家嗱我哋覺得，譬如舉個例每日感染的人數不要超過萬分之三，不超過萬分之三呢就是可接受範圍，你又不過我又不過，上上落落在這個範圍之內就不檢討。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，其實會不會做航空公司啊、做旅行社那些呢，其實就很難去定團啊，或者不是不難的，你譬如我上限是萬分之三，現在每日都是十萬分之一，咁有排都未升到去啦，即係將個界線拉高啲，唔係拉高啲，咁呢個雙方同意噶，唔係你高我低噶，唔得啦，高低要大家一樣嘅，即係大家揾到一個可接受嘅疫情受控程度，咁然後可以互相往還，
咁你唔會同一個疫情好嚴重嘅地方互相往來，所以就唔係健康碼問題，係疫情受控嘅程度嚟決定大家交唔來唔來往嘅啫。先生，其實如果大家都咁嚴重都冇所謂啦，你又你又百分之一，我百分之一，你中招嘅機會同我你嘅機會差唔多咪算咯。咁但係要睇下大家個人口人口個總量啊嘛。咁都唔緊要，先生。其實咧，我想問多一個樣嘢咧，就私人啲嘅，即係因為今次咧呢個疫情咧對即係長者就比較大影響啲啦。咁你都過咗七十啦，其實你呢一次咧面對呢個疫情，同你2003年沙士嗰陣時，即係五十零歲嗰陣時咧，你個心態上有冇咩改變？我就今次會擔心好多。唔算好擔心嚇，當然我屋企人。其中有啲成員啊，相對擔心啲嘅，啊，即係見我有好多唔好嘅習慣，都成日提點我嘅。譬如我有時會捽鼻啊、咬手指啊，嚇行不爛都係唔應該做嘅嘢啊嘛。但有時啲生活習慣唔係一下子改到嘅。另外，我以前對付病毒或者話，提升抵抗力的方式就是經常接觸的嘛，係嘛？即係你平時不要咁緊張，你的抵抗力會強啲。當然，而家疫情下我都唔夠膽講，我老婆話你不要亂講，你不要害人，你自己自以為是啊！即係我就認為，平時譬如而家啲人哇，乜嘢都唔接觸，又即係。街市又唔得，野味更加唔得啦。樣樣都話唔得嘅話咧，佢嘅身體接觸唔同嘅環境，應付唔同嘅環境嘅能力弱咗嚇。我平時病都唔食藥嘅，盡可能唔食藥嘅。即係我鍛鍊抵抗能力嘅方法就係唔請外援，等身體直接面對病菌病毒。我。當然呢個理論啱唔啱喎？我老婆話你自己諗出嚟，自以為是，有冇科學根據先？咁我唔知道有冇科學根據，但我自己相信呢套哲學嚇。咁即係，但係所以我就第一個咧就係即係我唔算話好緊張嚇。咁當然出街應該戴口罩，起碼自己中咗唔好累人啦嚇。咁但係。是不是譬如口罩用多少天？哇，你這個都我就認為這個我以為你不會說的。譬如我的理念，我用很多天的。我譬如昨晚去醫院驗血，那我立刻換，因為那個環境是危險一點。危險一點。平時個機會率好低噶嘛，我覺得而家香港唔環保啊，嘥咁多口罩，即係譬如用好多衞生嘅設備啊，都係有啲地方過火嘅。我認為如果我唔係接觸咗受感染嘅人，我個口罩淨係唔好俾自己啲飛沫噴出嚟，或者避免。真係遇到受感染嘅機會，用幾日冇問題嘅。你做外科手術都係抽完痰咁，你梗係要換啦嚇。咁但係你平時日常生活，我認為一個口罩用多幾次冇問題。我而家嘅做法係呢只用完就擠埋一邊，過幾日等啲病菌死咗就用過咯。呢、這個講法咧就應該唔係好啱一啲醫學界嘅朋友聽噶啦。咁每人有自己判斷啦。呢個純粹係先生自己嘅做法啫。咁因為咁嘅情況，就費事再問佢太多私人嘢，下次先再傾啦。